我是 Fashion Boy， 我不会飞，可是我很会先飞。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 GD Jackson 吴亦凡 Dan Handsome， 原来是帽子，做超人就是要帽子吗？那弟弟就很帅了吗？哼，有帽子我也是帅了吗？我做你你到底有没有洗头？讲七天啊，看准备七天。嗯， Shining Shining Baby，那一轮七天不洗头啊！我最强是十四天，我把你改造了这么多次，你还是这样子，我 Fashion Boy 刚才就还没有了咯 ，brother。不要烦我啦，我今天呐、啊、有 date， 我又要拉拉界的女神拉拉妹，我今晚一定要跟她。难怪你还是一个人睡啊 ！No， kiss kiss 是要近距离的，懂吗？你戴帽子不差死她哦，你脱帽子就臭死她，想怎么样？拜。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这么乖，是吧？我，抓你！你找我死啊？出去呀、啊！看这人冲来对没？该到我亲自出马了。推荐这款 Pedicine 的 Mango 口味的 Shampoo， 2000ml 超大容量，韩国神人御用的品牌，采用了 Bordin Formula， 可以更有效的修复受损的发尾，保护你的头发。修复不如防范，偶尔要做 treatment， 颜值取决于你的发型。如果你的头发又干又燥又打结，你下什么发型都不会好看的不？看你头发又油又干燥，又是个。什么鬼啊这个？那如果你的头发很干燥又打结，推荐这款韩国热卖的 Pedicine 的 Serum， 添加了 Organic Argan Oil， 擦一下发尾，不只是修复发质，还能一秒恢复柔顺不？那女生不能每天洗头发的嘛？那最适合就是用这个了啦。哇，柔顺顺顺帅！用这个 Miss。哟，什么鬼啊这样？蛤蜊又蛤蜊啊这个。那如果你不喜欢油油的东西呢，你可以试下用这个 Miss， 那睡醒擦擦吹，我抱完了只为你陶醉吧。你真的不喜欢的话，送给你拉拉妹，她头发香，受益的是谁？还不是你，是不是？钱给我，我送给我拉拉妹。这样都嗅到我香。手上蛤蜊谁要给你签哦？签都签不到 kiss 鬼啊！那拍拖就是要手牵手的嘛，所以你手要香香，才不会把人家吓走。所以推荐这款韩国的 Rose Mine， 那这边有三种不同的口味，它还不会对你如痴如醉吗？那人家用一个 hand cream， 你用三支，可以可以。喂，等回来，你跟我讲，你大概多少天没有洗脸？上次我给你那一个洗脸霜，你没有用没？上次哦，上次你帮我洗了，我就没有洗哦。不喜欢是吗？我给你新的，人家一罐，你用两罐，一三五用这支，二四六用这支，黄色是来洗脸，蓝色是来做 scrub。我脸会不会洗到脱色了啊？来，是你想武器吗？我喜欢黄色，我的头上也黄黄的。嚯！Welcome to Kiss Kiss。来，喂，不要走。我上次给你的那只粉刺棒，你到底有没有用？哇，那颗做到天荒地老，手酸的吗？酸酸烧啊！不要紧，幸好我是 Fashion Boy， 我什么都有。你不擅长 Black Panther 的吗？哇，这是最新的 trend 啊！又还没玩搞我，哎呦！叮，那里还有这支防晒膏，不用化妆都可以上，整个脸像欧巴这样白白亮亮，惹人爱吗？我跟你讲啊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我真的要走了。哇卡路公，被我降雷控制啊！我是找阿布要怎么了？你确定？你不要是传说中的 kiss kiss 神器？
留这样的好东西不早点拿出来，妈的，老妹我来了，我那双十一即将来临吗？那以上的产品都可以在 Beauty Store 买得到。那现在购买还有高达 60% 的优惠吗？快点去烧货了吧。那结论是，不管你是喇喇还是欧巴，那约会讲的就是要互相尊重了嘛。那如果你对自己都不尊重的话，对方怎么觉得你尊重他呢？那别以为戴着帽子就可以不洗头，反正都看不到。那女生出个门都那么的花心思，化妆你觉得很简单呢？化妆品很便宜吗？那又不是要求你化妆哦，起码把自己打理的可以出来见人，才出来见人吗？就像我之前讲过的，你身上没有异味，异性才不会把你当成异类吧。那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就分享两次，看个八次，看两下为止吧。要记得我的 page follow 我 Instagram， 然后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记得打个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